吃的霸掌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三，星期三，昨天一整天没有拍到什么 vlog， 因为我都在休息啊，因为今晚然后我也要下绝壁去今晚下绝壁去我的女朋友的家那边，因为她也是很久没见到家人了，我已经见到家人了，她还没见到家人，所以今晚会下去绝壁，所以又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程，要驾车，可是还好了，因为我喜欢驾车嘛，所以我今晚就会去绝壁咯。当然下绝壁我们想买一些东西要去给他们吃啦，所以现在我就去打包下绝壁的，就是还拿给他妈妈的一些叫菜柜啊，就是像不懂叫真正名字叫什么啊，就是好像菜柜这样子的一个东西。很幸运呢，有把劲转下就找到了鞋子，那是一定要带的啦。来买这个。你先买给我。它很出名，很好吃的。Okay. 因为订太多个，所以还在等着。就说，因为我们订太多个，所以被他叫我等下坐在这边，我就喝茶等一下喽。买夸张了，几多？哎，这这下都要。拿回去绝壁，这个是我拿给我送给我阿姨吃，再拿过去给她。这路太小了，过不去，只可以等她驾走先，就耐心等一下咯。今天万正可以卖了，你看几多人来买，买下就是买下，你看排队买万正。煤气罗里嘛，改了，那个就是我的其中一个底乐，用作 Hello Gas 的。因为今天可以在那边里面吃，可是我是打包，人潮还是很夸张的。可是今天真的有人去了，那时候来完全直接打包的。现在要去送东西给我阿姨了。现在外面下着雨，然后我要回家去准备一下，等下要下绝壁。收拾好了，全部收拾拿回去。这个老板叫我帮他拿衣服回去，我真的不知道嘞，要帮他拿什么？我看就拿这样子，拿一个背回去就好。OK 了，就先决定拿这个整个背回去，就帮他拿这个背回去吧。走。搬东西回去，就这个。穿鞋子，看不到。没东西啊，应该。啊，还带买我的枕头去。现在去绝壁了，冲好凉，都放。打到啊！33，再买一下啊，每一个地方啊，都一样子东西，打33、4、2、2、8。
230。你看，跑了几个 highway 就只能打压了，安全要死了。在马来西亚，只要是油站哦，都有这样子的打风。我记得我去到很多国家哦，他们没有了，只有马来西亚有，所以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好处之一了。现在到另外一边，好了，水，免费水跟 cake。OK， 我先上厕所。等下 order。Hi。Hello, good evening, guys. Nah, kalau nak redeem, boleh order sini ya? Boleh, nak redeem apa tu? 因为生日啊，给 redeem， 所以喝的全部都是免费的包 cake。但我刚才讲到，他都吓到了，两个都要 redeem 了。油，现在我们在休息站，还有多应该多一个小时这样吧，到JB。车进太油啊，那天没有什么洗啊，全部冲了。便宜就是好，现在一厘的马来西亚才1.8块，如果你打九五，因为有跑原路嘛，如果打95才1.56块。好的，70.3块。我习惯，如果我有驾车，我就会记录进去我。Oil level。什么意思 ？Check oil level 什么 ？Engine 油啊？我习惯，你看我会记录我每一次打油。这次是70.3块，然后跑了369.5。396.9。就到这边，明天再见。现在9:47，到JB了，然后很累啊，加强点。好，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拜。